清风碧河，可惜风火之天，一度将他虎口一生。香港士兵有令在行列，其虽已不愧是温兄弟温友。此次再见，虽有公子跳落下庙以后，但他也修道，今天将不换的猛将出黑，此定军团竟一度不可。只怕他兄兄大兄又要反驳，又会一时。人是随不才之后吗？暗记此人生于逆境生存，积极反省，说不定将他有所喘息。好，暗记对他可是敌之心情放心吧。以前的勇从只怕别后心平，又要去孙家的朋友，那孤零零的他与红酸又坚定了。再讲归到破风中村，也以数日留得至今平定立下，不知有何可量。留得向来亲友关系，无定休动，如今却按兵不动，便别他有所担待。经历两年考验，如得我搞亲手写路，这是贵族之福，也是母定之幸。目前宋令推靠鲁德心，暗地我也自叹不如，难怪亲得鲁德重用。暗地此言更加我惭愧，都是暗地献下心腹之职，可要回动小可。日红甲红兵如何？除了一再见王永乐刚，一切皆好。鲁德允许他接近，两边已经甲万灵有关。鲁德啊！谁也不能插手，尤其是回雄军。那西东孙梦仪的风格可好接受？目前上监控不明。我想如得为奉他清寒太久，今天就会派下任务。文雄如此暗地，是都的，伟大的都的。派出人马侵出火并相连人类，南夷渡孤，如即改造为贵国建设，充实军备，有忧未恐，即杀不论。是，在下暗中找寻应许之土，应许之土，但凡将领一受行刑之地，该暗中收集。不得有误，吾定不遵命。另外，关于今日武林团练，把海灵珠以地海恶布，可该下降一声，留因有何动作？但不避讳，台定必定只有出关之日，再做应对。是，恭送伟大鲁德。鲁德此人造出硬气之土，不知有何目的？看来鲁德将有计划进行。我相信这个答案，今天就能揭晓。阿静，你都在教我表演一摆，我被饿，我被饿。你看了哦，好，好，哇，赞赞赞！这新招我都没看过呢。阿姐啊，你今是不是拢赢过阿公？小赢就是了，但你阿公以前踢得真好，安装他拢未喘，那是对手拢称他死路。死路？是死路，他有故乡的阿公。就是死了，温思维。敢真死嘞？土瓦里有咧甲我讲老鬼了。喂，我贴伊休困一了，我替你穿好一件特别。阿公，你改变？点点，你那人有气无喘。来，这杯给你。这是什么茶？没看过。不是茶，你啉看麦。最后到，慢。
毒，受毒，受毒！哈哈哈，甲我阿公啉着时同款的反应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味道见怪？这时张飞将军甲迄个乌面囡仔来时，带来的盘手咧，伊讲这真难得，叫做大圣果。大圣果，该咪甲刀有关系吧？说不定那时阵有一段时间，因亲爱来遮佚佗，讲遮地理好，天气好，野菜果子特别有味，最料理精善。碰迄个乌面囡仔福气，我吃着未少的好滋味。但你知影吗？迄、那个飞将军可是也是真济人的罪魁祸首。算，总有可能，伊个人明明都真好心，甲迄个囡仔看起来就亲像一对善良趣味的父子，那是歹人呢？那真实的，那你的朋友楚天行又怎会引到阵？啊！这嘛是我必须不解谜，只可惜伊无从解答。算了算了，事过境迁，放眼未来才是重要。是啦，姐，咱继续踢球，这回咱来比谁踢得更远。好吧，那你先踢。啊，姐先踢，托我看你喜欢。那你看好哦，这球会踢真远。好。尽管飞出去了呢，啊！一个走较紧，来去球。这个所在你感觉如何？地气未歹，可列入陆地所造成勇气之土。嗯，因是。待你顺手找来接吧，那就未当回登去了。只闻一道风声，尸体被掉，变得比火星